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真的很重要，就是新年快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佑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鼠年吗？对，鼠年行大运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过年嘛，所以要刮刮乐，因为大家都拍刮刮乐，我就跟风拍个刮刮乐。钱包也准备一些现金，应该可以刮50张。这么多？没错，那我们今天一样是跟 Julie 一起，那我们就直接走吧 ，Go Go！ 在干嘛？我在买彩券，彩券刮刮乐，我现在要买20到70连号，可以买比较好玩的 Bingo。看起来蛮可爱的，然后卖50张，还要把他的钱花光了。这是上次那个跨年派对，大家还我的钱，我现在那时候垫了一万三千多块，然后现在就有现金嘛，然后想说都把它拿去刮刮乐，我想刮刮乐应该不会太赔吧，赔个2500块吗？应该会赚回来吧？我觉得可以啦。我不知道，不要抱希望才有机会。对对对。然后抱希望可能就GG了。我们最后挑了这一款绿色的，那我确认一下。OK OK。那你点一下这边。可爱。好。快到了。好多哎，你看我今天就是Julie帮我弄很招财招财的感觉，希望可以真的招财。我看这头奖多少？10万，首奖30万哎！哇，我们不求刮到大奖，打赢就好了。准备了2个50块，我们用50块刮，感觉比较运气好一点点。然后我们这个冰果长这样，我来跟大家解释，它左上角有个号码区，然后如果我的号码刮出来之后跟上面有连线，可以是直线、横线或是对角线。就连线成功，右边有一个中奖码，就是你连到一条就有100块，两条就有200块。这100块，所以它的奖比较小。对，然后它有超过18万个500元以上的奖项，所以我们买了50张，希望有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刮。感觉这样会中哎。不能插旗，不能插旗。你今天是招财造型。对啊，好可爱哦。24没有，27没有，感觉20有，4号没有，25号有啊，没有，太可惜了吧。很多都是差一个这样子，我好像刮中了，30、10、20、30、10、20，100块，我刮6张好像中100块吧。我们现在决定，我来刮，然后Julie来对，因为我感觉会对得很多。他说他看的眼睛不太行。对啊，好难哦。好，这张是100块，恭喜，目前累积金额100。哦，这个招财的造型应该要，我目标是5000块赚回来的。中奖，某种意义上的炫富。哦，我看有没有中奖，某种真的是炫富哎。Julie刚刚说我要放宽心才能再刮，比较容易中，所以我现在佛系刮，佛系刮就是像这样。41到44中300块，我们现在报名牌各位41、42、43都有中。41、42、43基本上呢，100块里面呢，可能是必中的，有几帕几率是必中的牌，所以大家可以买41到43嘛。哦，第一次2条线，我已经刮几张了？我算一下啊。15、16、17、18、18张，18张，第一次2条线，我们前面是连10张都没有中嘛？这是几号都在共估啊？我看一下，20到29几乎都在共估。对啊，20几号很烂哎。他是故意给你就是少一嘛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对完，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几张，然后有多少奖。首先先1张100块，然后这个200，这个200块，快给大家看一下，目前累积金额200，最高。
可以直接跟大家说啊，我们连线最多就是两条。我这里真的很不好中，21到24什么都没有，40到37也没有，60到64只有一条线，就这样。64号有一条，57到60也是一条都没有，各位。51有一条，所以我们现在累计金额是500块。叮叮叮叮，500块，这些全部都是一张100哦，超贵。往好处想，我们现在差一个零就回本了。48到45，200块，所以现在是700块了。41到43的都有中奖，而且还有一个是中两条线的，这个41中两条，这三个都有中奖，所以41的40几号好像算蛮好。呜、1100，回本了1100，25100块，报名牌了各位。是1200，然后这里有中200。真的有这首歌哎，你知道阳光心灵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